刘亚楼将军的第一任夫人灵毅，抗大学元1937年结婚，生子刘玉南。他得到刘亚楼在苏联战死的消息后，与另一位红军干部结了婚。第二任夫人是苏丽娃苏兆征之女，1940年结婚，生一子，1943年离婚。第三任夫人是狄云英，1928年生于莫斯科，母亲是苏联人，父亲是东北人。他们于1947年5月1日在大连结婚，生育一子两女。